Sam。阿 Chee 啦。喂，好耐冇见喎。自从中学聚会之后，我哋都好少见啊。系啊。咁你而家做紧啲咩啊？我阿母跌咗条链，我帮佢揾翻啫嘛。你咧？我啊，我寻晚离家出走。都喺度瞓翻晚啦，琴晚我都喺度瞓啫嘛。咁你同韻宇子喺個籠度有咩區別啊？你好好諗下啦，我首先啦。我真係唔想翻屋企見到阿媽，由細到大，佢要我學呢樣。学嗰样，呢啲通通都唔系我中意嘅。而家又突然叫我去美国读书，佢哋从来都冇谂过我嘅感受啊！又喺度过多咗一晚。老豆俾我呢只台表都真系几有个性啊！中意行就行，唔中意行就唔行。唉，睇嚟佢今日嘅心情都同我差唔多噶啦。喂，吓到大眼啊！应该要开心啊！唔通 Chilam 真系讲得啱？我真系困住自己喺个笼入边。发生咩事啊？我呢几日冇翻屋企啊！唔通我安排你去美国读书都系我嘅错？你冇错，你同爹哋由细到大同我安排好晒所有嘢啊！但系你哋冇问过我啊，有冇理过我嘅感受啊？你哋只系做紧呢一啲你哋想做嘅嘢啊，唔系我想做嘅嘢啊！够啦，我受够啦！就好似呢隻表咁咯，都唔系我老豆当系垃圾咁样塞俾我咩？喂，莹莹啊，系 Andy， 你有冇见过阿 Sam 啊？冇喎，做咩啊？阿 Sam 已经两晚冇翻屋企瞓啦，我哋几日之前闹一场大交，咁佢就走咗去啦。我而家打电话俾佢，佢又唔听。只是发短信给我说他以后都不回家。其实我想想下呢，我都是做得不太好。我以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。我都没有想过他的感受，又没有问过他的意见。他今次发这么大的脾气走了去，我真的很担心。还有啊，他带着他爸爸送给他那只陀标走啊，我怕他啊溜溜地扔了去，那就惨了。这只标啊是他爷爷的第一只标来的，是家传之宝啊。
我好担心佢啊！佢以前咧一唔开心咧就走去火车站嗰度。其实我喺火车站嗰度偷偷地睇过佢噶，但我唔敢同佢倾咯，我惊咧佢又发脾气啊！不如你帮我叫佢翻屋企啊！唔该晒你啊！嗯，好，我知噶啦。嗯，拜拜。其实可能你爹哋有苦衷咧，因为你妈咪。咦 ，Sam 又见到你嘅。知啦。咦，你女朋友啊？佢啊，佢我妹嚟嘅咋。哦，咁你哋而家去边啊？我啱先去搵翻条链啊，依家准备翻屋企。不如你都上嚟坐下啊。系咯。咁边好意思啊？你唔紧要啦，嚟啦嚟啦。咁大家晒啦。见到千恩妈妈喺度煮饭，我真系好想可以再次同我妈咪一齐煮饭。其实咧，人同人之间嘅争执好正常嘅啫，最紧要系大家平心静气坐低落嚟慢慢倾啊嘛。啊，系啦，仲有啊，要记住，冇一个爹哋妈咪系唔爱自己仔女噶。一家人食饭真系好开心，好温暖。点解我以前要封锁自己呢？其实老豆同埋阿妈都已经将最好嘅嘢俾咗我噶啦，系我以前唔识得珍惜，我已经拥有嘅幸福。不如走啦。啊，其实咧，你妈咪有苦衷噶，佢咧想移民过美国照顾你婆婆，但系佢又唔舍得你，所以佢先至帮你安排好晒咋。仲有啊，呢只表好贵重噶，留俾佢啦，家传至宝嚟噶。阿妈，对唔住啊，我而家咩都知道晒噶啦，我爱你哋，亦都更加爱呢一个家。听日得唔得啊？一齐出嚟食饭啊！你依家出到呢件事，等成几耐？出国嘛？我同阿爸阿妈商量咗噶啦，过一个月咧就会过去美国。哦，几好啊，新广见闻啊嘛。咦，系啦，咁你依家去边？我啊，翻屋企啦。阿哥，不如我哋都翻屋企食饭啦。好啊。